我等一下可以取一下，然后给大家看好了。日籍甜点师傅分享制作蛋糕秘诀，接着让每位参加者实际动手做。好不好看不是重点，而是边做可以和旁边的学员聊天，拉近彼此距离。大家看到满意的哈合适的对象，我觉得就勇敢去追。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群组有加奈哈，我也建议大家就是互相加奈，好就是多多加奈，然后从奈里面就可以去互相的了解。遇到你喜欢的，真的机会只有一次，有的好机会，你可以试出很多好的暗示跟良缘。参加活动，增加认识异性机会，为自己广结善缘。但想要找到合适的另一半，除了自助，也要天助。60位单身男女来到松山霞海城隍庙拜月老，祈求神明加持，早日摆脱单身。各位俊男美女，圆满善缘。良言早现。松山区公所和松山霞海城隍庙合作举办单身联谊活动，透过游戏互动、制作甜点以及走庙祈福，成功为感情加温，促成20对佳偶。难怪每次报名都是秒杀，帮助都会男女觅得良缘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